生人会不会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亲密到无猜，那是疯狂，那是因为爱。我想你也能明白，你好陌生人，千万别说爱，让我保持对你的姿势继续期待，不忍心损坏，那是因为爱。不说烦恼的姿态，想再安慰철혜자가언제나도지고시작했다그리고철혜자너무어려워서정신적지목소리가있어你好陌生人会不会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亲密到无猜，那时的疯狂，那是因为爱。我想你也能明白，你好陌生人，千万别说爱，只等个姿势继续期待，不忍心损坏，那是因为